说这个小孩要去看医生呢，太奇怪了。哇啊啊！怎么你长胡子了？真的耶，你看哦，等一下我拿给你看，嗯。拿给我看什么？看你长胡子了。你看这个小孩长胡子啦、啊，你的胡子长得太奇怪了吧？嗯，为什么你长胡子了？哎，你的手油油的，不要摸。嗯，你要带便当哦。嗯。快要吃完一个煎饼了。嗯，吃完一个煎饼，然后就瞬间就回本了。这个是机械战士呀，变形金刚，是吗？嗯。而我看它比较像机械战士啊，它是蓝色的 Y 呀、啊，不然是谁？是变形金刚，是叫什么名字？叫迪鲁克哦。嗯，